我们老师不教我们怎么样看 model， 然后就是自己一次试。那是想做结构的东西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。他想当做结构的东西。就是要就这门课嘛 ，engineering mechanics， 然后就上。我说你要是上大学学教学编程，知道我们公司做实习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以为有很多人，很多人，有很多的 responsibility， 对不对？但是我应该申诉。然后，这个 project 是我们的，我高中的。